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您收看的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线上主日直播，现在为您播报神家消息。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东洛杉矶、圣加谷、大华府、纽约法拉盛、纽约长岛、纽约布朗、费城、澳大利亚悉尼、新加坡安提阿堂的联合空中主日崇拜。特别播报，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在疫情期间改为网络聚会，这一年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很多困难，但同时也经历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此特别感谢这一年来每一笔心甘乐意的爱心奉献，愿神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让神的家有粮，让教会在这困难的时刻依然不缺乏。感谢神的丰富预备，荣耀归于神。以下特别通知，领取您2020年度的奉献收据。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有效帮助教会财务组同工们，请您发送电子邮件至丰收华夏财务组，请包含以下内容：一、您的全名、奉献时使用的名字；二、电话；三、居住地址（现美国境内）；四、选择邮寄或者电子邮箱邮寄。对于美国境外，仅支持电子邮寄的方式，如有不便请多谅解。愿神继续看顾教会2021年的各样事工，感谢赞美主。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五种常用读经法，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十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月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十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三点至四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八点至九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五点至七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八点半至九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长，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七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
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 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您收看的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线上主日直播，现在为您播报神家消息。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东洛杉矶、圣加谷、大华府、纽约法拉盛、纽约长岛、纽约布朗、费城、澳大利亚悉尼、新加坡安提阿堂的联合空中主日崇拜。特别播报，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在疫情期间改为网络聚会。这一年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很多困难，但同时也经历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此特别感谢这一年来每一笔心甘乐意的爱心奉献，愿神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让神的家有粮，让教会在这困难的时刻依然不缺乏。感谢神的丰富预备，荣耀归于神。以下特别通知，领取您2020年度的奉献收据。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有效帮助教会财务组同工们，请您发送电子邮件至丰收华夏财务组，请包含以下内容：一、您的全名、奉献时使用的名字；二、电话；三、居住地址（现美国境内）；四、选择邮寄或者电子邮箱邮寄。对于美国境外，仅支持电子邮寄的方式，如有不便请多谅解。愿神继续看顾教会2021年的各样事工。感谢赞美主。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五种常用读经法，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月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3点至4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8点至9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点半至9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
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七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您收看的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线上主日直播，现在为您播报神家消息。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东洛杉矶、圣加谷、大华府、纽约法拉盛、纽约长岛、纽约布朗、费城、澳大利亚悉尼、新加坡安提阿堂的联合空中主日崇拜。特别播报，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在疫情期间改为网络聚会，这一年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很多困难，但同时也经历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此特别感谢这一年来每一笔心甘乐意的爱心奉献，愿神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让神的家有粮，让教会在这困难的时刻依然不缺乏。感谢神的丰富预备，荣耀归于神。以下特别通知，领取您2020年度的奉献收据。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有效帮助教会财务组同工们，请您发送电子邮件至丰收华夏财务组，请包含以下内容：一、您的全名、奉献时使用的名字；二、电话；三、居住地址（现美国境内）；四、选择邮寄或者电子邮箱邮寄。对于美国境外，仅支持电子邮寄的方式，如有不便请多谅解。愿神继续看顾教会2021年的各样事工。感谢赞美主。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五种常用读经法，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十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月历史，从被掳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十点。欢迎您参加谭健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三点至四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八点至九点，总 ID 942-8655-5743
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5点至7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8点半至9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11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至7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您收看的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线上主日直播，现在为您播报神家消息。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参加东洛杉矶、圣加谷、大华府、纽约法拉盛、纽约长岛、纽约布朗、费城、澳大利亚悉尼、新加坡安提阿堂的联合空中主日崇拜。特别播报，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在疫情期间改为网络聚会，这一年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很多困难，但同时也经历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此特别感谢这一年来每一笔心甘乐意的爱心奉献，愿神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让神的家有粮，让教会在这困难的时刻依然不缺乏。感谢神的丰富预备，荣耀归于神。以下特别通知，领取您2020年度的奉献收据。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有效帮助教会财务组同工们，请您发送电子邮件至丰收华夏财务组，请包含以下内容：一、您的全名、奉献时使用的名字；二、电话；三、居住地址（现美国境内）；四、选择邮寄或者电子邮箱邮寄。对于美国境外，仅支持电子邮寄的方式，如有不便请多谅解。愿神继续看顾教会2021年的各样事工，感谢赞美主。欢迎您参加 HCCC 空中主日学，五种常用读经法，教师王秋阳传道，美西时间周日早上10点。欢迎您参加杨瑞牧师的九月历史，
从贝鲁归回到两约之间，美西时间每周日早上十点，欢迎您参加罕见师母的课程，如何饶恕当我们不情不愿时。每周六美西时间三点至四点，总 ID 818-0199-7282 818-0199-7282。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欢迎您和家人依照个人感动参加教会各时段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您有个人代祷事项，可以参加以下各祷告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您和家人祷告。教会线上祷告会，美西时间晚上八点至九点，总 ID 94286555743，盼望弟兄姐妹踊跃参加，让我们一起用祷告堵住破口，经历复兴与得胜。教会和国度守望灵修祷告会，每周一至周六美西时间清晨五点至七点半，主日祷告服事，每周日美西时间上午八点半至九点半，请用 Skype 参与以上祷告会。如果您希望参加教会的小组，请您将您的姓名、年龄、电话、居住地及电子邮箱发送至 hcccontario@gmail.com， 这样教会会为您挑选最为适合您的各分堂小组。欢迎弟兄姐妹订阅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YouTube 频道，请点开小铃铛，这样您不会错过教会每次聚会及每一个更新的视频。大家好，我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不仅得到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得到天国的身份。我盼望我们朋友们能够每个礼拜每个周末我们在一起空中相见，来通过我的分享来听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上帝必成为你的祝福。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张牧师的信息，请您关注张牧师个人 YouTube 频道张伯利谈天说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宋尚杰的故事，请您关注诗伟传道的诗伟书房。十一奉献，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七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洛杉矶安大略教会线上奉献可使用 Zelle、 PayPal 教会账户 hccc1951@gmail.com hccc1951@gmail.com。 特别提醒，请注明姓名、电话、地址，年底将为您提供奉献收据。支票奉献抬头请写 HCCC， 邮寄地址 PO Box 249 Ontario CA 91762。 奉献请您注明名字、电话、地址，年底的时候会为您准备奉献收据。请您登录 smell.amazon.com 添加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ast LA 为您的指定捐赠机构，这样您在每次购物时，亚马逊会同时奉献商品总和的 0.5% 给教会。愿神纪念每一笔心甘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带着心灵和诚实开始今天的敬拜。愿上帝祝福您。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朗读
上帝的话语，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人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赤手，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那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把第十一节我们大家再大声的朗读一遍。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让弟兄姊妹，我们或站立啊，或坐啊，坐下都可以，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的跟着啊视频来唱赞美的诗歌。
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耀，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传扬主的荣耀，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
全赞美你。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二月份了，我们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请家里的弟兄来服侍姐妹们，也服侍我们的儿女。好，我们大家来预备好我们的饼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要照样拿起杯来，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是等到他来。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拿到饼杯，请我们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一段醒茶。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2021年的1月份，让我们进入到2月份。2月份有很多的节日，有中国的春节，有情人节，让我们在这个2月份到来之前来领受你的饼杯，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求你圣灵来充满我，引导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当我们饼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饼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你的宝血为我们流的。
我们知道在这新冠肆虐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的怜悯，让你的儿女们靠着你的宝血在病毒中可以得胜，在一切的患难中可以得胜。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为我们流的宝血破碎的身体，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你，都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在这时刻我们也请你来检查我们的罪，主啊，除掉我们心里所有的不合你心意的心怀意念，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的老我，除掉我们的自私，甚至除掉我们的抱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看到，主啊，你给我们活泼的生命，给我们，主啊，一个得救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感谢你。这十字架，这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做你的门徒，做你的好儿女。我们也求你在这时候来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让我们的疾病被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让我们的罪被你宝血来洗净来除掉，让我们与神和好，成为上帝和喜悦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春节到来的时候，也格外祝福国内的亲人。我们虽然在新冠中不能相聚，但是保守他们的平安，永远的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怀着感恩先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瑞牧师，我们来聆听今天的信息，求神来高抹他，我们大家在祷告中来跟他一起来同工。弟兄姐妹平安啊！再过两天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了啊，在这里也给大家拜一个早年。人月两圆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啊。我们中国人对家都是一种特殊的情结的，特别是我们在外乡打拼的人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指向家的方向。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过年了啊。不管今天有没有拿到国外的身份，其实我们都可以被称为叫做异乡人啊，因为我们的根不在这里啊。我们常有一句话讲的说，我们人在他乡啊，无依无靠。无依无靠的我们是如何生存到今天的呢？我们是真的无依无靠吗？还是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真正依靠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一群异乡人在外邦的故事。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是我们这群异乡人真正可以依靠的。有这样一个民族啊，他已经经历了1000多年的漂流。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魔掌之下，有几百万人被屠杀。而这样的经历不仅仅只发生在20世纪，其实早在旧约时代啊，他们就有过类似的苦难啊。在当时呢，这群人被称为叫做巴比伦囚徒，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灭亡之后，成为了亡国奴，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被称为叫做犹太人。那在这个期间，圣经记录了很多犹太人的领袖，这些人是见证被掳与归回的一代。有但耶里、以西结、耶利米、以斯拉、尼西米等等等等。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他们在什么样的时代，这一群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断地面对百姓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Where is God? 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上帝
沉默了。如果我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我会这么惨？如果我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我会国破家亡？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会被公司裁员？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会破产？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的家人会得癌症，会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什么我是神的儿女，我却事事都不顺利？你看他明明那么普通，却是那么自信。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疑惑，如果我是基督徒。而这个困惑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最近我们的主日学在讲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三本啊，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大家知道在以斯帖记结束之后紧跟的是哪本书吗？约伯记。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要提一口气的，因为约伯记是非常揪心的啊。我们看到约伯是如何在一夕之间从极其丰盛到一无所有，所有的财产都被掳走了，所有的儿女全部都死掉了。所以为什么约伯会遭遇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不断在问 Where is God? 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说话了？这样的疑惑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在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神在哪里？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以斯帖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在以斯帖记当中，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位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一切的事详细说给他的妻西里斯听啊，西里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西里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这是以斯帖记第六章。那么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三个字？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这两个字？或者你有没有看到神这个字？没有，对不对？不但在这一章没有，我告诉大家，在整本以斯帖记当中，你都没有看见神的名字啊，你找不到这些形容上帝的名字。那上帝去哪里了？上帝下班去了？上帝度假去了？你找不到神，你找不到神，这样的日子像什么日子？这样的日子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上帝不会突然在路旁对你显现啊，你在路上你看到的都是路牌、车辆和广告。好多弟兄姐妹曾经跟我表达过，说我好希望能够上帝在我面前向我来显现。我说你胆子真不小。为什么？因为在圣经当中，凡是见到上帝显现的人什么反应？吓趴到地上，对不对？因为上帝是何等的威严圣洁，上帝对你显现还不把你吓死，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其实如果你不刻意翻开圣经，你不会看到太多上帝的名字。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以斯帖所面对的生活，我们都在面对着一个你做决定的日子。
我想请问大家，你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早上到底是吃面包呢，还是喝粥呢，还是包的花卷鸡蛋？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你不会跟上帝祷告的啊。有没有人在点餐的时候说，服务员你稍微等一下哈，我要祷告，我看一下我今天我到底吃什么啊？没有人会在早餐的时候祷告求吃什么。没有人会在买菜的时候一边转悠一边嘴里嘀咕着，主啊主啊，你告诉我哈，我今天到底是买点茄子呢，我还是买点青椒呢？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问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是上帝来决定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来决定的呢？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决定都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你决定要买哪台车子，是你决定要搬到这个社区，是你决定让孩子去哪所学校。看起来似乎都是这样，都是我们在决定。那么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上帝去哪里了呢？上帝到底是怎样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在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讲到，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这个事件一开始发生一个情况，就是王失眠了。看来王的睡眠也不怎么好，失眠的时候会怎么样？刷手机，对不对？王失眠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让人来给他念历史听啊，历史就这个国家的年代记啊，一件一件的大事小事啊，可能都记在这个上面。王就让身边的人给他念啊。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是最容易补觉的时候，对吧？因为历史非常的沉闷，哎，是最催眠的，所以王就来念历史啊。那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进行了六章了，在这里才第一次的出现了一个转折。其实我们知道王他早就知道有莫迪改这么一个人，对不对？而在这里第六章的时候，莫迪改这三个字才真正的进入到王的耳朵里，才真正的进入到王的心里。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我们常说贵人多忘事，这个王一天日理万机，他要管理一个国家，怎么会记得一个在城门口的小官啊？所以他把莫迪改已经忘在脑后了。这个遗忘像极了谁啊？像极了约瑟，对不对？约瑟当初在坐牢的时候有两个狱友，这两个狱友原来都是后勤部的，一个是管伙食的膳长，一个是管饮宴的酒正啊。结果两个人这一天都做梦了，做了梦之后呢，就请约瑟来帮他们解梦啊。约瑟就对这个膳长说，你这个梦不太好啊，你过两天要被杀了啊，爱信不信啊。那这个酒正呢，哎，你这个梦不错啊，过两天你会被法老给放掉啊。结果果然是应了约瑟的预言啊，这个膳长就被杀掉了，而酒正呢就被放出去了。那在这个约瑟给酒正解梦的时候，就曾经请求过这个酒正说，如果我说的真的应验了，你被放出去了，求你纪念我啊，在王的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让王把我放出去。这个酒正满心答应了啊，他可能也没太相信约瑟的解梦啊，结果这个酒正真的被放出去了。而放出去之后，他就把约瑟给遗忘了，所以约瑟就继续在牢里去坐牢啊。所以莫迪改有这个人，有这个事王知道，但是他已经被忘在脑后了。这种遗忘可能是永远的遗忘，如果不是背后有一双手在推动着整个事情的发展，王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记起莫迪改这个人，他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啊。但是就在这一天，这个名字就这么奇妙的进入到了王的心里。这背后是一双大能的手在推动的，这是上帝的手，这是一双逆转危局的手。所以整本以斯帖记它其实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啊。什么是逆袭？就是不出意外的话你输定了，但是偏偏就出了那个意外啊。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经历很多的逆转啊，的股票不要再赔了啊，官司不要再输了，哎，我的生意不要再赔本了啊！所以我们的人生都希望能够经历这种反败为胜啊！哇，这种故事其实多的是啊，就像曹操之于官渡啊，孙权之于赤壁啊，因为这种感觉太爽了，这种逆袭、这种翻身、这种反败为胜的感觉太爽了啊！所以信耶稣，你的人生就能够反败为胜，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有吸引力。那如果你是莫迪改，当我们回到经文的故事当中，你有什么盼望吗？
我想，如果我是莫迪改，我可能没有什么盼望，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势力，我所面对的是金口玉言啊，君王要除灭犹大人的上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哈曼的仇视，我整个人就是势单力孤，没有什么盼望。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很奇妙的反转出现了。王在听完他身边的臣仆跟他念完莫迪改的故事之后，王说道，说谁是谁，是谁在那个院子里啊？你知道院子里是谁吗？是哈曼。哈曼这么晚来干什么呢？哈曼是要来找王来聊聊八卦吗？不是的，哈曼兴高采烈的来到王这里，想要跟王说，你说王啊王啊，我在家里竖了一个木架，哎，我在家里竖了一个木架，这个木架又大又圆又长又宽。他满脑袋想的是，就是如何把莫迪改挂到这个木架上面去啊，让你小子成天跟我不对付啊，所有人都上杆子来拍老子的马屁，你竟敢无视我啊。所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迪改。哎，你说巧不巧，王满脑子这个时候想的都是谁啊？莫迪改啊。所以估计莫迪改这一生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同时惦记的人啊。所以这君臣二人怎么就这么默契啊？一个在想莫迪改莫迪改我怎么弄死你，一个在想莫迪改莫迪改我怎么样的赏赐他。所以哈曼和莫迪改两个人的命运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黄金交叉。哈曼在院子里，王就说叫他进来啊，就问哈曼说，这个哈爱卿啊，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该如何待他呢？哈曼一听，哟，王所喜悦尊崇的人，那不就是我吗？那不就是我吗？哎，你说这王咋还抹不开呢？对不对？绕啥弯子呀？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要赏赐我，你别跟我客气了，对不对？所以哈曼就对王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所以反正哈曼想要什么他就说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哈曼心里想的是自己，他不知道王心里想的是他的仇家莫迪改。所以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逆转。这个逆转是出于哈曼吗？不是。这个逆转是出于莫迪改吗？也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期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出现戏剧性的逆转，就是你所讨厌的你所憎恨的人突遭不幸，你说哇塞太爽了，哎，这恶有恶报啊。但是很抱歉，通常你希望的不幸并没有发生啊。那个人他不仅没有遭遇到不幸，他的日子越过越好，他车越换越豪华，房子越住越大，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你说气人不气人啊？你所希望的坏人没有遭到坏报，而你也一直如此平凡。所以在时间慢慢的推移过程当中，没有发生你所希望的逆转，这难道不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吗？所以在整本以斯帖记六章之前，哈曼的人生可以说是志得意满，所有人都来巴结他拜他，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独有一个人背向他不拜他，这个就是莫迪改。这哈曼非常受不了的，这对他来讲是个极大的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想方设法要整莫迪改，而且哈曼非常的狠毒，他不但要整莫迪改，还要除灭莫迪改的全族，斩草除根。所以哈曼和莫迪改其实是圣经当中两种不同的人的代表，一种是完全自我中心的人像哈曼，一种是能够坚持真理的人像莫迪改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坚持真理的人会比较好过吗？你的人生会比较顺利吗？其实这个答案是开放的，这答案可能是，可能是不一定，也可能是没有，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啊。就好像你去考驾照，你身边的人都去贿赂考官，但你就不去贿赂考官，结果你身边的人都考过了，只有你考了一次又一次。你身边的人都去拍领导的马屁，你就偏偏的不去拍，结果人家都得到了重用和升迁，你和原来还是一个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了一个美好良善的决定，却不一定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良善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还要坚持下去吗？莫迪改没有想到他的坚持竟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差一点就连累全族的人遭遇灭顶之灾。所以试想，今天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这个政权是不允许你信耶稣的，这种政权在今天真的存在，对不对？信耶稣就要杀掉你，你还会信吗？很多时候我问弟兄姐妹说，这样的情况你还会信耶稣吗？很多弟兄姐妹表现出非常有勇气，大声说，是，会。但是我说，等一等，你是不怕死的，对不对？但是你等一等，你觉得统治者都是白给的吗？那当权者他是有手段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远藤周作的小说叫做《沉默》或者是那部电影让你从耶稣的像上踏过去，让你朝耶稣的像吐口水，你不做，他不杀你的，他杀谁啊？杀你的孩子。那很多人就犹豫了，说你杀我简单啊，我就这么命一条给你了，你杀我儿子这个就，对不对？所以假设我是一个牧师，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跟教会的同工长职讲着说，哎呀，踩就踩啦，那不过就是一个象征嘛，我们的主是没有形象的，我们的主是活在我们的心里的，踩踩有什么关系呢？吐吐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不要牺牲，否则不要牺牲我的儿子。你们要是不同意啊，你们哪个长老执事不同意，把你们的孩子送去死啊，要死你们的，不要死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马上就会分崩离析。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坚持真理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生活品质的代价，那个是生与死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说，主啊，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经历逆转呢？在生与死的威胁之下，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经历逆转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逆转，在以斯帖记当中处处可见它的痕迹。在第六章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所以莫迪改和他们的犹大人这个时候本来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什么翻身的余地，马上就要被他的对手给碾死了。但是上帝制止了哈曼的手，他不但制止了哈曼的手，还要用这双手亲自的给莫迪改戴上尊荣。当我们回顾整个以斯帖记的故事，老实说，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自我中心开始的故事。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开始讲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皇后，这个皇后叫做瓦什提，她非常的美貌，她就是每天坐在镜子面前来欣赏自己的美丽。有一天王设宴，想要这个在群臣面前来显示自己的王后是多么的 美丽，于是他就派人去招王后，到前面来，结果王后拒绝。王后心想说，我这么美丽，岂是让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欣赏的呢？不去，结果惹怒了王，所以这个瓦什提王后就被废掉了。于是王接下来要办一场选美，要重新选一个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哈曼。哈曼就是出场的时候位高权重，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什么都是围绕着他来转，所有人都要来拜我，所有人都要来尊崇我，这是一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两个人，还有两个边缘人，紧接着出场了，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一个是孤儿，一个没有什么背景。接下来的故事发展让两个女子的身份调换了，瓦什提王后被废，以斯帖成为王后，两个男人的身份也被调换了，哈曼被杀，莫迪改取代了哈曼的位置。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依靠，我们依靠的可能是我们的外貌，我们依靠的可能是我们的权力，像是瓦什提，像是哈曼，我们依靠的可能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可以依靠所有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以斯帖记当中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是可靠的，没有一个是可靠的，人都是靠不住的。
最近有一个很热闹的事情，叫做散户大战华尔街，对不对？哎，就是散户们团结起来啊，来对抗华尔街，给华尔街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这个事件大家都在关注啊。最新的新闻怎么样了呢？这些散户最终还是被收割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底还是一群乌合之众，大家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团结，没有办法真正的没有私心。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开始为着自己的缘故提前的撤出了。当他们撤出的时候，他们整个的这场战争就输掉了，全线的就崩溃了。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做决定的，所以人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些美貌也好，权力也好，地位也好，名誉也好，人也好，都是靠不住的，这些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今天所努力的一切到头来都是相对的，那到底在历史当中什么是绝对的呢？我们说整个以斯帖记当中没有出现过一次上帝的名字，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决定吃什么早餐，你决定买什么车子，你决定住到哪一个社区，你做很多决定不一定你会祷告的，对不对？重大的决定你可能会祷告啊，那但是小的决定你不一定会祷告啊。伴随着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有经验，你越来越可以驾驭小的事情，你可以驾驭中的事情，你可以驾驭大的事情，到后面你几乎都可以不用祷告了，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驾驭。而到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进入了哈曼的人生，就进入了瓦什提的人生。我不需要了，上帝靠边站了啊！我这一切都是我来回报给上帝，上帝你只要在旁边安安静静的保守我一路平安发财就可以了。上帝，如果你让我赚大钱，不要说十分之一了，老铁，十分之二都没问题。我们会讲一大堆好听的还愿的事情，只要你保守我一帆风顺，我就如何如何。所以可是当你的人生越来越顺利的时候，你的上帝就会变得越来越渺小。这个故事是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大卫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旧约每一个以色列犹大君王的故事，也是我们所有人性的故事。我这以前分享过这个例子哈，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和我妻子哲月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家里没什么事，我就在那里滑手机啊。哲月一开始在不断跟我讲话啊，反正我就是滑手机有一搭没一搭的，一边听啊。那突然我就在翻手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哎，怎么突然变这么安静啊？我就抬起头，我就看哲月在那里低头闭眼，我就很好奇，我就问说：“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在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你在祷告什么？他说我祷告上帝，希望你能够把手机放下。我说哎，这点小事，你跟我直接跟我讲好了嘛，对不对？你就说你不要玩手机了，能不能跟我聊天？对不对？你这点小事你还麻烦上帝他老人家啊？哲月就讲到说，就是小事才要向神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认识。不是我们人生当中只有大的决定才要向神祷告，而是如果尽可能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都交给上帝，只有这样上帝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被边缘化的上帝，而是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中心掌权的上帝啊！所以是谁让以斯帖记来逆转的？到底是谁在历史当中动了手脚啊？我们常讲说我们人的历史我们人所依靠的都是自由意志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啊，如果他当初没有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吃了那个禁果啊，犯了罪，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敬拜神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伊甸园当中了，我们就享受上帝永恒美好的同在了。如果不是亚当当初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犯罪，我们今天出门就不用愁说我穿什么了，在镜子面前摆来摆去，我穿这件衣服呢还穿那件衣服呢？不需要了，因为在伊甸园当中我们都不需要穿衣服了。这是因为亚当他当初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到今后人们不断的在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生命当中顺从自己的私欲来做决定。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大堆自由意志交叠而产生的，比如说一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一个国家在二战当中发动战争，他在历史上经常发动战争啊，对不对？就是纳粹德国啊。那德国曾经是一个有非常多基督徒和牧师的一个国家，它也是宗教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源地啊。在纳粹兴起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牧师站出来号召百姓说，我们要顺服政府，要顺服掌权者。你知道在二战当中，纳粹的军队里面是有军牧的，是有牧师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纳粹去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有牧师跟着军队一起同在。还有就是十字军东征啊，十字军东征，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意志，即便是打着上帝的名号，仍然其中充满着许多软弱跟罪性。所以，当我们回到以斯帖当中，当初莫迪改派人去求以斯帖的时候，你知道以斯帖回的是什么吗？他没有说包在我身上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你放心吧。没有，他回的是什么？他会说：“哎呀，这事不好办呐，啊，我也很为难呐，因为我要去见王，我得等王召见我呀，我不能随随便便去见王啊，对吧？王没有召见我，我就去见王，我会被处死的，啊，这事儿难办。”所以才有了后面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今日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的机会呢？”因为以斯帖他是害怕的，他是不敢的，啊，所以看起来犹太人得救是靠着以斯帖，以斯帖好像也发挥了他所该发挥的影响力。但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是靠着以斯帖才促成的，或者是你靠着莫迪改才促成的，那你就看错了以斯帖记当中那个没有出场的上帝。因为发现刚才读的经文第六章去见王的是以斯帖吗？不是，是谁呀？是哈曼，啊，是以斯帖让王睡不着的吗？不是，啊，所以整个事件当中，以斯帖和莫迪改都无法掌控，上帝就特别用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人，就是王和哈曼。这两个人，以斯帖也好，莫迪改也好，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但是上帝自己就在这个事情上来工作。上帝不用以斯帖，上帝不用莫迪改就可以工作，这是这段经文的力量所在。所以在以斯帖去见王之前，在以斯帖还没有拿到剧本之前，王就已经决定要提升莫迪改了。你说这个不是以斯帖做的，这个其实是莫迪改之前做的，因为莫迪改跟王通风报信。但是莫迪改做的，你要知道王早就忘了。是谁让王想起来的呢？莫迪改他曾经听见过两个人的阴谋啊，要刺杀王，哪有那么好就刚巧杀王的密谋，这应该是非常非常机密的，若不是有一双手从中安排，轮十次也轮不到你啊。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整个被保守的过程，不是因为我的人生比较有经验，不是因为我的阅历比你多，我才比较懂得趋吉避凶，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保守。我们看整个旧约的这个历史的后半部分，在被掳归回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犹太人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一直到新约，啊，所以上帝做工的方式就是让他的百姓就在这么多的苦难和威胁之下。我们还没有，我们接下来主日学，我们马上要讲到这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在他耶路撒冷修建完城墙之后，他回到波斯述职完事之后，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发现怎么样？一切打回原形，啊，圣殿有人住在里面，然后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跑去种地去了，没有人去在圣殿当中服侍神，啊，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詹姆斯。如果出门了，或者是詹姆斯安息年了，就詹姆斯回来以后发现怎么团契也没有了，祷告会也没有了，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打回原形。所以历史往前走，不可能因为尼希米这个人，也不可能因为是某一个人，都是因着上帝恩典保守的工作，这个信仰，这个历史才能够一直走下去。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其实我们的上帝一直让我们成为少数吗？你有想过，上帝始终都乐意把我们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吗？啊，
所以很多时候你很希望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强势的环境里面，但是上帝总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所以就像之前很多基督徒想要通过大选来改变我们整个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啊，使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够真正的成为主流，但结果呢失望了，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呢跌倒了啊。其实呢大可不必，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意外，因为这是神经常做事的方式啊。回想当初亚伯拉罕被呼召从自己的家乡离开到迦南地区，只有他一家人，到了迦南他有影响整个迦南让迦南地全部都成为跟随他的人吗？没有，对不对？接下来这个地方闹了饥荒，他的孙子雅各全家搬到了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开始生活。你有看到雅各的子孙在埃及有求得一官半职吗？你有看到说埃及的法老是希伯来人吗？没有，对不对？所以神一直都是让他的选民成为少数，神一直把他的选民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里面，他也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不是很顺利的环境。而当我们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我这么认真聚会，但是我的人生却这么不顺？为什么我这么认真，但事情不按照我的期望去发展？当我们的人生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就像当初的犹太人，当他们一直被欺负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撒母耳，让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就随他们的心意吧，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他们是厌弃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掌管。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掌管的国度，这种掌管不一定是以政治的形式，这种掌管不一定是以经济的形式。举个例子，你可能跟神说，主啊，我要高升，对不对？在职场上，因为你不要拍领导的马屁，所以你向神讲啊，我要高升，神可能会帮助你。你读了以斯帖记，你会发你觉得说，我要像莫迪改一样，我什么也不做，神就会让我高升。当然可以，你当然可以这样等，但是你知道神把你高升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见主面的时候。在你见主面的时候，神把你高升了，那个时候你说，哎，上帝，我不要这种高升，我要在下面高升。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就是鸡同鸭讲，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我们回想但以理的经历，但以理他一直在那里祷告啊，他祷告马上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他还在那里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啊，真的就被扔到狮子坑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里你看到说，上帝保守他不是让他不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上帝保守他是让他在狮子坑里面。上帝保守约瑟不是不让约瑟下到监牢，上帝保守约瑟是让约瑟在监牢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明白，很多时候上帝不会保守我们不进入环境，上帝是保守我们在环境当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遭遇很多的苦难，因为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不会进入苦难，但是他应许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会保守我们。所以每当焦虑烦恼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想起以斯帖记当中莫迪改的故事。莫迪改人生能够逆袭，不在乎他做了什么，而在乎上帝。在诗篇第33篇第八节讲到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睛就一直在看着我们，他在看顾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人，看顾那些仰望他的人，而仰望他的人是谦卑的人。所以诗篇138篇第六节讲到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所以耶和华虽高，他却看顾那些在低微的人，他从远处就看到了莫迪改的敬畏，从远处就看到了莫迪改的低微，他也从远处就看到了哈曼的骄傲。所以上帝是一个虽然很高但却鉴察一切的上帝。
所以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双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选择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对他们的保守，并没有因此就断绝对他们的恩典。这些在异乡的外邦人，他们能够生存到今天，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宫中位高权重的王后和大臣，而他们所依靠的是那个他们不曾看见的上帝。这个上帝没有在这里出现过他的名字，而是一双无形的手默默在推动整个事件的发展。能够感觉到，你能够强烈的感觉到上帝就在这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你不一定看得到神真正的在你面前显现，而你能够看见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在时间当中啊，我们看不见时间之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啊。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上帝是如此工作的，原来上帝不曾离开过我，原来上帝一直保守着我过来。但是你在时间当中，你在事件当中的时候，你未必能够看见上帝的工作。这需要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那双大能的手永远在拖着我们。你相信上帝的眼目是看顾敬畏他的人，是看顾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在异乡当中，我们这些异乡人也好，你还是你本地人也好 whatever， 我们不是无依无靠的，我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信实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回顾整本以斯帖记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卷书啊。以斯帖记是在一些偶然，看似偶然和巧合的事情上来带出神引导的手，神借着一些情况和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 为犹太人带来了拯救。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他静静的含蓄的影响了整个事情的走向。在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看见神在幕后掌管着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未来的环境如何，我们相信神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敬畏他，去仰望他的时候，上帝大能的手必能够让我们经历人生的逆转。这双大能的手是我们一直可以依靠的，不要再依靠那些势力才能，不要再依靠那些美貌财富，而要真正的学会将我们的人生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用的今天的经文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看见主你的显现，但是我们能够切实感觉到你与我们的同在，因为上帝大能的手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你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让我们在感受不到你作为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相信神你就在背后推动着整个事情的发展。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靠着你胜过一切的环境，让我们真的是在任何的逆境当中都得蒙你的保守。主，你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但是主你应许你自己的同在，这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求神保守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无论我们怎么样，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能够真正的经历你大能的作为。感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个求主来保守我们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神的爱里边来啊奉献。如果你的奉献，你可以用支票，你也可以用这个邮寄，可以用 email 啊，我们的这个文字上都能有显示，大家按照这个来奉献啊。愿神祝福大家。好的，感谢主。我们现在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写上你的名字啊，也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我们关心你啊，为你祷告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好，我们来接受今天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的话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主啊，你的爱永远伴随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是吧？也让这个今天的奉献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就像馨香的祭。让每个弟兄姊妹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灵里边相通，在主的爱里边相连。所以让我们主啊，新来的朋友在你的爱里边被建造，委身在主耶稣的教会，成为讨你所喜悦的儿女。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以及新来的朋友们，从今世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这里结束了啊，请啊弟兄姊妹啊，这个不要忘记参加每个周末的小组的聚会，也不要忘记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的主日学啊，几位讲员都是精心的为咱们预备。那这个今天呢，还有神学院的课程，李天峰牧师继续讲神学院的课程，盼望我们的各位助教啊同学们啊到这儿参加。另外结束了以后呢，请我们各个分堂的牧者同工留下，我们有一个短短的主日的交流，我们在 room 里边 room 的房间，请神引导我们的讨论。好，愿神祝福大家啊，大家可以彼此问安，说感谢主，也问大家春节快乐啊，在主的爱里边啊彼此问安。好的，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荣耀归给神。